我介绍一下。哦，我的名字叫雪莉。雪莉啊 ，OK， 雪莉，我想要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。OK， 可以啊。OK， 首先啊，我们讲你用这个 CoWay Prime Mattress 啦，你从买到现在你用了多久？从开始买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月，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哈。OK， 就是这个六个月里面你就。所以你觉得哈，对，我就是福利用这一张床咯。OK， 明白。那你用了 CoWay Prime Mattress 的有对你有什么改变的东西吗？哦，那就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一路来是从小我都有腰酸背痛的问题的，连我每个星期我一定要去中医推拿去针灸这一些，之前甚至去拔罐，然后。很久这个问题已经在我身上已经很久了，然后我老公签一个配套给我在达奈 SPA， 然后每一个月呢我一定会去那一边做 massage 的，做 SPA 做 massage 去 relax 我，因为睡了整个人会觉得很紧啊，我的腰肯定是有问题的啊。So, 睡后过后你的腰感啊、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半信半疑下，因为我完全不了解 CoWay 的床，然后有一天机缘下，我去一间restaurant 吃东西，就刚好看到一辆 CoWay 的 mobile truck， 他的车，然后我就想，我那时也是想再找多一张床，然后刚好我在兰高玉，我有买一张整10000块的床，不过我睡了还是这样的问题，我就可能是我本身的问题，所以我就不会去在乎用什么床垫了。我就有，我们就做物理治疗，有我们就做 massage 这样子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我不可以拿一把扫把来扫一个地上了。我一扫一个地上，我就要睡一个星期，因为我的腰酸。哦，腰酸。哈，对。哦、好像比如说你从 OK， 我打个比喻了，你从第一天睡，CoWay 的床了，你多久过后你发现到你的改变？我第一个星期我就蛮好像有改变，不过我不相信。哪里有可能这么快，然后就再继续哦。不过第一个星期我简直没有去到那一个中医那边，第二个星期继续还是一样，我没有去到中医，因为我没有那个痛。然后到一个月过后，我倒回去那个中医，那是因为我脚折到，我跌倒我脚折到，那中医也是很奇怪，问我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，我说好像我的腰酸背痛好了。哦、改变了，改变了。一个星期后，我完全没有去啊。不过我不相信，我的人会比较 stubborn 的，我不相信，我又再 try。哎，真的，第二个星期我也不需要去，第三个星期我也不需要去。到一个月我去，是因为我折到脚，那中医问回我，哎，为什么哇，若安尼顾不来？哦，我才知道，哦，我的腰酸背痛是好了的。到现在我都没有去到那个中医。医治我的背痛的东西都没有，完全没有，这六个月已经没有了。OK， 我想问啊，刚才好像你说的，你有一个10000块的床嘛？所以 CoWay， 你觉得 CoWay Prime Mattress 跟那个10000块的床呢，它有什么分别？哦，分别就很大，因为那个10000块的床睡了，有睡没有睡也是一样，我的痛还是会在那一边。然后这一张 CoWay 的床不同。我已经改善我的痛，改善我的问题，然后好像我们每天早出晚归，一回到家要回家的时候，我就有那种感觉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要睡那一张床，不是因为那一张床新，是那一张床让我的睡眠真的是很好很充足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的老公是一个失眠的，他不能睡觉的，每天凌晨他会看戏或者坐着看电话到2点他才能睡觉，到4点他就起床，那我就觉得很可怜。你这么劳累这么忙碌，然后不能睡觉是一件很痛苦的问题，不过都没有办法，我又不会怎样去医治。过后他睡了这张 CoWay Prime Mattress 的床，我就觉得哎，他能睡到闹钟响9点才起床。就也改变了你的老公的睡眠，失眠的问题。不，这样就是不只改变你的腰酸背痛，对，还改变了你的老公失眠的问题，真的。现在他的睡眠有超过6个小时，超过，
就算他迟睡，他也会迟醒，就是他能直接睡到七点多、八点、九点自然醒，或者说一点小声音啊，还是什么，他睡不着。厉害。然后我就会比较不大能睡的人，他好像一翻身，我就会知道睡了 Covid Bed Mattress 的床完全没有这个。也许是之前他们有介绍，是因为 Bogus Spring 还是什么导致他翻身，我都不知道。一问到他早上出门去工厂，我都不知道，睡醒老公不见了。OK, 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啦。OK, 你觉得这个 Covid Prime Mattress 如果给你打分呢、啊？我们讲一到十分，你会打几分？那肯定会打满分呢、啊，因为简直是真的是很好，帮助到我的问题。OK, 就是这个问题不是钱买到的问题，这个健康的问题，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腰酸背痛，他不知道那一个感受是怎样的。所以这一个病痛在我的身上已经超过十年，都没有改善到。所以睡了一个星期我没有去，第二个星期、第三个星期我就觉得好神奇，很神奇啊。因为 Covid 他们有做清洗服务嘛。啊，对，就是还有之前我买的有一张2万块的床啊，不要讲人家的品牌，还有另外一张整1万块的床，就是在买6个月之前的一张床1万块，他们都没有这个服务。他每4个月他会来上门服务，然后我本身是一个洁癖症的人，我要干净了，我的床要干净啊什么，他每4个月会来跟我除尘螨啊，然后跟我vacuum啊，翻那个床啊，还有最重要，我喜欢他第三年他会换一个bubble给我。哦、，OK。啊，你有他在清洗的时候，你都有在？有啊，7个步骤。他第一次他来两个月过后他来，他是我都不相信，我为什么这么肮脏？因为我有 mat, 我有女佣，每天都有清理，为什么还会吸出这么多的灰尘？如果我没有用，今天我没有用 Covid Brand Mattress 的床，这一些灰尘是不是我帮他 filter 掉了？哦，是啊，这个就是我看到的问题，在市场上是找不到的，因为我老公有蛮多间家啦，每一间家的床。人家介绍我们就会买最好的床，每间介绍我就会买最好的床，到最后都没有这个服务。OK, 如果说这个床你觉得你会介绍给更多的人？那肯定啊，我现在目前就有跟身边的人啊，身边的朋友分享，因为真的帮助到我，我就有不断的分享。我本身觉得啦，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就必须要有充足的睡眠。如果你一张不好的床垫导致你不能睡，你不会得到健康。所以你们要做一位明智的消费者，要选 Covid Prime Mattress。 OK, 它改善了腰酸背痛的问题，还有我老公失眠的问题。